的祝福。我们想要欢迎我们的董振刚学长，今天好像白马王子哦，我们的白马王子要为我们的校庆来读，掌声欢迎董振刚老师。设计各种姿态、表情、动作的吉祥物“圣洁白羽”，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让创作更多变。我们作品摆在蛋糕上，总共有120个作品哦！掌声欢迎，谢谢。那我们要请我们的校长，邀请我们的副市长、我们的处长、各位议员、我们的校长到台下。与我们的120岁的蛋糕共同合影，麻烦请我们的所有来宾都移驾到我们的生日蛋糕旁边。麻烦请台上的校长们、会长、我们的嘉宾，与我们的生日蛋糕共同合影。杨校长、郑校长、马校长共同的拿着我们荣耀北门，那邀请我们的议员先生、女士以及我们的校友拿着生日快乐。好，来，大家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嘉宁校长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对，金龙校长你们站第三排也可以站，第三排我怕这样照不下后面，对，好，大家头要露出来，对，头要露出来哦。哦，台面好像太大了。好，看这边，来 ，A B C。OK， 好，再一张，好，北门站不站？站。好，来相机 OK 了吗？好，再一张，那换一个姿势好不好？北门。举起来会挡到后面的人呢、啊，杨校长，都挡到了，好，这样可以了吗？摄影师可以了吗 ？OK 吗？镜头捕捉到了吗？好，来，那我们那个我们杨师的钢琴校长刚来了，那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再一次了，不好意思，来，北门在不在？在。
好，还有相机，还有相机。好，谢谢美惠议员来了，美惠议员来了哈。不好意思，再一次哈。我们还有位嘉宾还没到现场，我们赶快到台前来哈。好，我们的理事长、会长，哎，来，北门在不在？在。好，还有一台，还有一台。大家都笑得很累了哈，好，很深哈，非常谢谢今天我们贵宾的莅临。